行。而且妮亚穿的这个颜色其实很欧美、欸。对，很欧美。真是的，好想这样扭来扭去哦，因为屁股不大。哎、欸，这个是你的衣服对不对？对，你怎么知道？哎、欸，我刚一来，他也说这是我衣服哎、欸，我已经被你洗脑了、欸。好像已经快要知道你是什么。我就是很爱穿贴身显曲线的，然后要有一点辣的那一种。对对对，而且这个颜色穿有点熟的。这个颜色其实很挑战身形，有一点。对，但是这个颜色穿起来好抢眼。对，没错，很亮很亮，我超喜欢的。而且我觉得它好像比白那边穿起来好看一点。是是是，真的真的。因为它刚白那边的时候，我就有点想拿黑的。什么意思？什么什么？就觉得它黑的比较。我比较想要先穿，但是我现在穿上白色之后，我就觉得我要拿白色，因为这个颜色单看的时候，你会想说，这什么色？就是不知道它在定义是什么颜色上面。但其实它就是有一点点米，有点米白的那种感觉，但是米色稍微再多一点点啦。没错，所以它会比一般的那个白色啊，我觉得就是它的显胖程度会再低一点点。所以如果你们喜欢穿这样子的亮色的针织的话，我觉得这个颜色大家可以考虑一下。而且这个颜色的这个扣扣很明显，对，是黑的，对，看出来。对，但你这款就是很显瘦。对啊，就这款就瘦瘦的，而且这一款的针织啊，我觉得比我刚刚第一次穿的那个 V 领的那一款，它这款比较薄一点，对，薄一点，然后比较更包，我觉得这件更包，是，对，但是它的弹性依然很好，很好。